9个小时。8 to 9 hours， 差不多8个小时左右吧，七八个小时吧，6个半小时，5到6个小时，5-6个小时左右吧。11个小时，应该是差不多10个小时左右吧。9个小时，7个小时。我觉得不太够。我很少犯困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睡不够，但我精神还是挺好的。我基本下午就直接倒了。有，肯定有啊。有的，也会有。这个肯定有。有，而且现在还比较的严重。I think that it's homework. 作业有的时候会比较多，而且我睡前老是喜欢磨蹭一会儿。学习太晚，或者说磨磨唧唧，一会儿就到特别晚了。平常的话就是作业比较多，然后自己还磨叽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就过去了。Yeah, probably because when you go into the higher level.You'll have more homework. 高年级之后学习任务就会比较多了。是的，因为学业更加繁重了。8个多小时吧。8-9个小时。9个小时。9 to 10 hours。10个小时左右吧。10几个小时吧。13个小时左右。15个小时。我希望能睡到自然醒。睡到自然醒吗？那我必须多睡呗，睡到明儿下午。我论圈睡